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善，是 Plus Online 一品直播购物平台的创办人。Selamat datangnya ke Majlis Consumers Choice Award 2021. Welcome to the Consumer Choice Award 2021. 最大的分别跟其他直播购物平台的差异化在于是，我们是跟有名的人，比方说艺人啊、网红，或者是一些主持人一起合作的一个直播购物平台。我们的做法呢，其实是把它打造成一个 live 的 campaign。比方说，我们从前期、中期到直播过后，我们都有一系列的做法的项目，就是去帮助商家提升他们的流量啊，还有提升他们的销量。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分别。选品方面，还有主持人他们表达专业能力这个方面，都有做到一定的功夫吧。那如果是说特别要感谢的对象的话，我觉得太多啦。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啊，对吧？就是工作是超过十个小时以上的。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商家们、我们的主播们，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顾客群，陪我们从零到一的这一个阶段的顾客群。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贵宾、合作伙伴、联办单位，感谢所有的人。